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全国上大场的月灯的节庆，高雄内蒙的宋江镇三月底要来举办。除了有宋江镇头的比武大赛之外，也阁有真予人期待的总埔西半岛。今年邀请到四位大总埔，甲新竹大学的设计系合作，要来烹出着色香味齐全的道菜。这一道菜有十旬到十二旬，5500元，欢迎乡亲来订到。这菜多吧，这哪煮啊炒，每一个功夫拢真厉害，伊拢是内蒙的总埔西。油饭捧出来，这是经常看到的板豆菜，也阁有这鱼翅鸡、甲炊石斑、佛跳墙、炖鸡汤、大虾、红肉等等，才喜宴才食会到的豆菜嘞。伫三月底伫高雄顺兴宫登场的内蒙宋江镇的活动中，嘛食会到。做宴的时阵，吼，咱就是宋江，吼，啊，这板豆，吼，有各种做特殊的，我今日就是要做这个古早味的油麻肉。这次请到四位当地大师，每一个拢推出着伊的手捞菜。讲到这个板豆菜，台湾在清朝统治时期，伫厝内请人客巡，拢会邀请豆制师来料理，也就是变成今仔日的板豆文化。另外，伫这个高雄内蒙区，但讲每五户就一户靠板豆的行业为生，嘛，让内蒙的总埔西因此真出名。这次办280桌，要让大家来进，一道是10到12出菜5500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伴手礼，内蒙总埔西板豆菜，除了真传统的滋味以外，嘛用着当地人情味。